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一部分呢，这个作者他是把它当作一个 equation， 就是电化学和方程式。那在哪些的领域里面或哪些方法我使用的一个很实用和应用很广的几个例子。第一个呢，他放的就是这张，但是他用了一个标题，我觉得不是很好，所以同学可以，你可以改一改啊。他用的标题啊，那旧版也是用这个标题，他是用 voltammeter detectors in chromatography and flow injection analysis。 那事实上在应用的时候啊，我们的做法不能算是一个 voltammeter 的话，通常是改变电位，量电流，这电位要改变啊。那如果说像我们真正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是施加一个固定电位，施加一个，就你的电位不是做 scan， 没有在做 linear scan， 而是一个固定在一个电位值的定值的话，然后呢，你的电化学反应产生的电流，这是你要去测量。反应物经过的时候呢，在这个固定电位之下，它会进电化学反应，量到一个电流。这样一个做法我们叫做 amperometry， 就是在一个固定的施加电位之下去量它的电流。这样一个做法我们叫做 amperometry。voltammeter 的话是整个 scan 电位的过程里面去量电流关系，这个才叫做 voltammeter。所以这个两个应该是不一样的意义。那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标题呢应该用 amperometry 的话比较好，所以我在为你们新版就是让它保留这个 voltammeter 这样的一个字眼啊。所以如果说考试的时候考出来一个 amperometry， 你不要说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只是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施加电位呢是一个固定值。那当做一个 LC 的 detector， 所以这张图的话你可以看到LC 的话一定有一个分离管束，分离管束之后呢才接上一个 detector。 那这个 detector 就是这个系统，我以前你看过嘛，这个 Ponder 不锈钢 working electrode， 然后呢 solution， 然后你的分析物呢从这边进来，经过一个电片中间挖个洞，所以经过那个 channel通道，那这个通道呢会让这个溶液接触 working 来说，也会接触 conduit 来说，然后从这边再出来，出口地方呢放一个参考电池改掉。那这个一个 amperometry 电化学的一个 detector， 那这个算是第一代最早期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你还需要这个，我上次给同学看过，已经传阅过，就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啊，第一代的，你需要有四个螺丝去拴着，你做完实验后你要打开的时候，把四个螺丝把它拴开，所以要装进去，打开，拴四个螺丝，这个。这个是要干嘛的？好，这是以后再讲，今天不讲，现在不讲。那拆装模式啊，还是麻烦的。所以那个厂商啊，通常会想办法去改，就操使用者让这使用者在操作上很方便。所以现在你去买的话，大概不会买到这样的东西，它不卖了，比较不方便，所以它这个设计上稍微的改了一下。这个仍然是不锈钢，这是你 working 来说，这是一个电，它直接是用这个，
不会仅仅是我，不需要去用这个螺丝起子去钻螺丝，不需要。是在这个设计上呢，改良了一下，比较拆装比较方便。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不特别去讲这个，详细讲这个整个公司了。那说到这个电机呢，整个装置上比较方便拆装，在组合上比较方便策划。因为这个工作电机本身呢，它也有一些变化。你看到这边至少是两个电机，四个电机。那么摆的方式呢，还是这样子的走势。那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变化呢？就比方说，在真正用的人来讲，你光是一个电机，很多这个应用上会受到限制，所以它有不同的设计，这些东西能买得到。不管哪一种，它配合前面的，这个装组合的装置完全一样，供电就这个一块上面给同学看。一个方块，因为它是一个方块，所以说你是两个、四个，这是你的垫片，这是一个垫片，你要挖个洞，又挖形状，挖这样之外，组合方式都完全非常方便，所以这张图呢。这个是作者他从厂商的目录上面直接取用他的这个目录里面的照片图片解决方案，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就是说那目前的这种电子电化学侦测，那么它的范围呢，应用范围和变化性非常的多，可以用在很多方面的一个应用。那我们在这地方不再多讲，老实说，这样一个小方块，上次传阅过了，各位不会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第一位啊想出来的这位先生 ，Peter Kissinger 基辛格，就是位教授。是他想出来的，就是他在他那个时候刚从这个伊利诺大学拿到博士，然后去Kansas University 去做博士后研究。他的老板就给他一个题目：“你帮我设计一个电化学侦测器，接在 LC。”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题目出来？因为在那个年代，在1976年，1966、1970年，北卡迪，那他是在1970到1972当博士的，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去接到这样一个这个题目呢，去做。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题目？老板为什么给他这样的题目？主要是在那个年代，因为有一个这个疾病，但这个疾病到现在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很严重啊，而且影响很大的一个疾病，叫 Parkinson disease， 帕金森氏，各位都知道吧？还是没有？不知道吗？各位是知道帕金森氏什么？什么病知道吗？知道。我们系上有位教授啊，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不信。染上这个疾病，我们学校好几个教授，文学院的院长，对文学院中文系的教授，也是。那他的症状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中枢神经受影响，什么手脚不灵活，手不动。那么至于说这个症状原因呢，你大概知道，
脑子里面的退化，或者是说脑子里面退化，那么是什么东西缺少引起这样一个帕金森症？这个原因也知道，就是多巴胺。多巴胺，那么多巴胺呢是一个 neurotransmitter， 就是脑神经传导物质。它少的话，这个就很好，就没有精神。他们有人做实验了，吸毒的人，那为什么会那么兴奋？就是脑子里面分泌出很多的、异常多的多巴胺，就让他很兴奋。所以这个多巴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那做研究的人当然就想怎么样去了解这个症状，就是多巴胺在这个脑子里面它的浓度跟这个疾病到底什么关系。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在美国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题目，帕金森相关的这个研究。但在那个年代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做这个研究的话，当然对象都是小白鼠，有的时候会用大白鼠 mouse rat。 那要做这个实验的话呢，因为这是脑子里面，就当然一定要把脑子取出来了，要杀老鼠取脑子。那小白鼠它那个脑子很小，它和一个花生米很小一个，你把它拿出来之后呢，还做一些萃取的过程，然后它做分离。脑子里的东西很复杂，你的对象只有一个多巴胺，但是呢，正在这个脑子里面的东西呢，除了多巴胺之外还很多啊，所以一定要经过 LC 分离。这个年代 LC 已经有这个技术，就七零年代技术已经有。但是呢，侦测器那个时候只有 UV 荧光， UV 的 detector 它的灵敏度呢不是很好，荧光算是很好，但是呢，在这个方面的应用它还是不够，就是它的侦测极限不够低。所以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它必须要杀很多老鼠，不是杀一只，杀一只一个脑子萃取出来的浓度够，用那个荧光来测量，说可能杀五只，然后一起萃取，当做一个 sample， 才能做一个实验的数据出来。那这个太浪费了，就杀老鼠一只杀一只跟杀五只要花五倍的时间，时间是一个问题。我做过这个同样的实验啊，说我杀过将近1000只的老鼠，这个很辛苦，杀一只老鼠取出来，另外的老鼠很贵，你要去买，很贵哦。所以你杀五只就是五只的价钱，跟一只很贵啊，也很贵，所以老板要有钱。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是一个问题，做研究的人。他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做这个实验，必须要杀老鼠，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它的侦测极限不够低，变成说我要需要杀比较多的老鼠，花比较多的时间、金钱去做同样的实验，所以变成是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让我的侦测极限，量器分离完之后，我侦测器的灵敏度够高，说这一个老鼠够。到后来变成是一个老鼠，它可以分大脑、小脑、眼脑、后脑三个，那局部的也可以分析。一个老鼠，一个脑子可以再分几块区域，不同区域同样的实验可以做。那所以说，就把这个题目呢交给这个 Kissinger， 那他就设计出来这样一个看起来没有什么一个电化学侦测器。那他在这个当 poster 这个发展出来之后，他就参加了他的年会，像这个帕金森的话，说脑神经嘛，就是我想在做专题同学可能知道化学，中国化学会每年呢会有个年会，
就整个化学系的同学老师都会参加。那各个学会大家都有一个年会，那这个化学生实际上它是一个脑神经的研究的，所以是脑神经的这个年会呢，他去发表他的研究成果，说我做出来一个电化学测试器，我的灵敏度呢非常非常非常低，要比那个时候最好的荧光测试器还要低100倍，哇！全场就是不行，因为这解决了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一个难题，他不需要杀那么多老鼠，而且一个老鼠可以分，一个老鼠可以分很多区域去做这个分析，做这个轰动，也算是这个年度很重要的一个发明，很重要。他们现在做那个实验更方便。不要杀老鼠，这是一个大白鼠，直接在那个老鼠的脑子里面打一个洞。我们梁学明老师，他的脑子里面就是钻洞啊，放了三个电池。那你看这个老鼠还好。所以。而且这个电钻上去了，它没有什么感觉。做实验的时候呢，从这个地方，从这个胖子，推进来，我们叫注射一遍，就是它注射了，胖子慢慢的推容易进来呢，把老鼠脑子里面的那个成分啊，把它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呢，就可以进行 LC 的分种，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去杀了。还能活多久？各位都听过这个大鳄不是就很残忍，养那个黑熊，然后取胆汁嘛，就他们不要去杀它，然后隔段时间胆汁就取不下，它没死，但是很残忍的时候。那这个当然也很难想，可是他没有死掉，可以用很久啊，可以用。所以这个技术新的技术出来，刚刚这个地方不详细讲，有一些技术在里面，所以可以让这样一个方法，能够目前可以做，就不需要上那么多。而且可以做很多即时的，比如说你喂老鼠药，然后马上去验，说看看，你不给它毒品，看看脑子里面是不是马上多方面就浓度上升，这个实验结果都有。为什么想证明说吸毒为什么会吸毒？是因为多方面太多，这个做实验就证明出来了。像这个实验就用这样一个装置就可以做那样的事，你喂它老鼠，喂老鼠这个毒品，然后马上去看取样。脑子里面的多巴胺浓度是不是马上上升？有多快上升？上升多少？啊，这个结果都可以做出来。这是谁啊？哦，我也年轻过。好，在那个东莞 University 拿到硕士，那我就研究这个论文题目，也是分析老鼠脑子。我是注射我们的这个药品进去，看它对多方面的这个抑制程度怎么样，除了杀很多的小老鼠，那偶尔会杀老鼠，这是大白鼠。大鼠比较贵啊，所以除非必要，通常不杀，我就杀小老鼠。这是我老板，所以说每个多年经过，我也在这个年代度过了。28岁，这是脑子的模型。
做实验的时候啊，为什么它是固定电流？然后我们去量电流。那各位做过 LC 实验的，不管你是做咖啡因的，或是有机率农药的，也是因为 LC 功能，然后用 UV 侦测。那你用 UV 侦测的时候呢，也不是做 scale， 不像我们上学期做实验的时候，可以波长范围是做 scale， 看在哪个波长系时候，对不对？在做 LC 的实验，或者做这个 FIA 的测铁离子，我们都是固定波长。那怎么去这个固定波长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啊，就是 UV 的 flow cell，UV 的 LC detector solution， 经过它们分出来之后呢，经过这样一个 flow cell， 这个是 UV source， 就是你的光源，经过这个波长选择之后呢，穿过这个 flow cell 这个光镜，后面放你的。那你选择波长的方式，这张图我觉得蛮好的，就把它取下来。有个光源啊，是一个混合光，经过光栅，所以它可以把不同波长这个像是分散开 ，disperse 开，分散开，用这方面来定义。然后呢，这个 grading 的角度可以转动，让你不同的波长的光呢经过这个狭缝，穿过狭缝。所以你选择波长的话，你选多少的 grading 就转到某一个角度，让那个波长的光呢通过这个墙缝。啊，这个就是一个 flow cell， 光从这边进来，经过它的这个 channel。那后面这是一个 detector， 都是 diode。所以这张图其实蛮好的，是一。那这个呢，就是咖啡因的。做 scan 的时候，的整个波长范围已经做了 scan， 看看哪里有吸收。然后做完之后，你就知道说咖啡因要吃它的话，你的波长吸收这个最大的地方是在272纳米。所以你在做 LC UV 这个 detect 的时候呢，你的波长是固定在272纳米去做侦测，是选择它最大吸收的一个波长，固定波长，固定波长。那这边啊，这边过来了。那电化学的话也是一样，所以你不做 scan， 但是你在做这个选择电位的之前呢，你必须要整个范围电位范围扫描一遍才知道。但哪个电位呢，它的电流是最大，所以一样先扫描一遍，然后你才知道你的电位应该是在哪里，存在这个最高电流的这个区域，也是固定电位，然后呢去量电位。所以这个方法严格来讲应该叫做 calorimetry detector， 所以不能叫做 amperometry。 那这个方面的应用啊，那目前也是非常重要，在医学院，在这个生化生科啊，相关的研究很多啊，化学也是一样。那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啊，看起来不怎么起眼，但是在当初在发表以后啊，那个神经科学方面研究都纷纷打电话来写信跟提醒主问他，你可不可以卖给我，因为市面上没人买。他第一个方面出来研究出来这他会，别人不会。那但别人这个要做实验的话呢，虽然很好，没什么用啊，没有办法，特别卖给他。所以他这个第二年，就是他的 postdoc 做完两年，他就去应去这个学校，普渡大学去教这个分析化学。那么在那个地方，那他就克难了。那在美国大学化学系里面，他都有两个工厂，一个是玻璃工厂，一个三个工厂。玻璃工厂吹玻璃，然后电子工厂。只要画得出来电电路，它可以帮你做出来。第三个机械工厂可以帮你做电池，你希望做什么，他就帮你做。所以呢，他就克难了，他去那边任教以后呢，这么多人希望买，他就
拜托三个工厂，我们是两个工厂，电子工厂、机械工厂。晚上，白天不可以做，白天是公家的事情。他就拜托那两个工厂，晚上帮他去做。那控制电位也必须要有电源时间，他做这个，他必须要去做，机械工厂去做，电子电路控制电位，电脑。他自己当老板，从那边开始，他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叫 BAS 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他现在是董事长，他自己自私人设特级，全世界到处跑。然后呢，他的第一个大弟子，博士班的大弟子，就当总经理。那所以说，这个很小的东西吧，但是正好在那个年代。非常需要靠这个起家，成立了一个全世界的电化学分析的厂商。那当他自己赚钱之后，其实很重要，就是说让这样一个电化学这个方法，它的实用性，就是它在真正应用的科学界的应用上是有它的价值，有它的价值。所以它。我们前面讲过，电化学曾经有20年是黑暗期，70年正好是黑暗期开始重生，所以这个技术呢，也是帮助这个电化学这个技术能够重生的重要的一个贡献。好，这是第一个应用，所以这个作者把这个排在应用里面第一个，就显示说它的重要性。这个方法在现在来讲是。也是越来越重要，就是在这方面生化方面研究的人，经过奋力之后的侦测，通常啊，灵敏度比较好的还是电化学，还是电化学。那第二个应用呢，介绍的是一个 Clark 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所发展出来一个 oxygen sensor 测溶氧。那我想各位都知道这个溶氧很重要。或者有氧的，如果说水里面溶氧不够呢，你就死掉了。说你有一泡，始终要打气，啊，有氧就是。我讲有氧鱼的话，那几个人就是共同标点的那个，一样是命。氧鱼。啊，所以溶氧这个测很重要。那个在外的湖泊的河川，他们去测，用 pH 值要测，之外溶氧要测，溶氧要测。所以怎么样去测溶液里面的溶氧？那 Clark 他在1956年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一个方法，用电化学测。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叫氧的，就是氧的电子，氧的三色，这是。溶氧测溶氧方法，这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仍然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对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而这方法很好，那这方法很好的，你可以看到很简单。就你现在去看的话，很简单就是，你要去做其实可以测。首先，我们从这个最下面去接触溶液的底部来看，第一个呢，就是你回首可以兑换。一个 membrane， 它厚度很薄，10 micrometer， 然后没有过什么东西，氧气可以穿透，没有，所以它一定有孔洞，所以这个溶氧它可以穿透，用先接受 CO2 的类似的，一定有一个 membrane， 很薄，它通常是各位看一下，这边 Teflon 也好 ，PE 也好，薄的，有膜。那么放进前面，这边是一个 O-ring 和 C-ring 的大小，溶氧靠近。当那个这电极在里面，那这个电极跟你的薄膜中间呢，螺旋溶液，这种溶液要很多，要非常薄。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图里面啊，这个作者画的不对了，只标在这一层，电极跟这个薄膜中间有一层 K 线是 K 溶液 ，K 线溶液呢，它的厚度很高，10 micrometer， 可以说就是基本上就贴在那边，贴在这里。这个我们放出来，把这个电极往里一放，直接就贴上去，非常薄。所以溶氧就溶液就进来，就接触到这个溶液里面。那
最容易就可以有力量之后，我们大臂就是到电梯旁边，这个电梯是练的第十遍，核心的，放的开手音指，所以它是接在腹，这个是一练以后干练指，一练我们干练指就有，接在腹指，放的开手还原。那么 anal 呢，正经呢接在这一圈叫 ring 圈，就是一个圆柱，对不对？它旁边就接一层，就接一层啊。影片就贴在旁边，一圈。这个是银当做这个阳气。那我们看它的反应，阳气没有问题了，这是银。然后呢，溶液里面这个溶液呢，因为我们需要氯离子，所以这个银这个阳气呢，进行的反应就是银氧化，溶液里面有氯离子。变成氯化银加电子，这个是我们平常讲的以氯化银呛到电极的这个氧化反应。那比较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你的氨氢电极呢，这边发生还原反应，就是氧。你各位看一下，这个氧直接四个电子，直接四个 proton 四个电子还原成水。我们前面讲的啊，本来有两个还原。还原的部分，但我们因为这个电位加很正，应该是很负啊，负了一点五过，所以你的这个氧的还原是第二个还原，四个电子四个波浪的还原是水，所以你只要有氧，它穿透了这个薄膜，然后进到这个溶液之后，就 diffuse 到电子表面被还原，也被射到还原点。好，这就是科朗这位先生呢，他所设计出来的一个毛线牵手，那目前仍然是这样的设计。往造型上就做漂亮，要卖你比较贵啊，做比较漂亮，有历史。那同学没问题啊？这个第二个应用，测氧，第三个应用就是你的作业。尿病，阿明同学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尿病。我们班同学没有同学，没有，有的话就同学。这个小女生，我们其实蛮火的，是她的先天性，这个先天性的尿病，所以她的胰岛素没有办法正常分泌。这个病每天呢，固定要去打胰岛素，就他随身装一个，他带血糖计，然后呢血糖不够了，他就要打那个胰岛素进去，每天是100，就等于100。我不晓得，我们都很怕打针，就每天要打，好吧？那。我不知道你们找到的资料什么样的资料。这是 Harris 的书。那血糖计的话，基本上会有一个 meter。那这个 meter 呢，就是控制电位两电流啊。这里面有很简单的线路。那这边画出来的是叫做 test strip 测试。测试的，那我这边带来了。那如果说我上节课有讲到，你去那个医疗器材行的话，一定都有卖。那卖这个血糖计呢，不贵，不是很贵。有的时候呢，它会打折再打折，就你来就卖给你，很便宜卖给你。那但是呢，这个试片就比较贵了。这个试片上面有讲，有效期限3个月。
三个月不用的话，你会打开干些五环，过了三个月就失效了。那原因就是说你会用到 AI 的活性，它是有寿命的，或者有的时候你条件不好，很快就死掉了，就没有活性。好，那我这边就传一下好了，不管它做的颜色漂亮还是绿色。漂亮是灰色，我基本上设计的大概都差不多。这个只有两条，就两个电子。那我们先一起看一下这个血糖计，我用的是血糖计。那 Air 7的书呢，它里面叫 Monitor， 一般普通就叫 Glucose Sensor， 直接测过去吧，检测。那这样就如果是就这张图来看的话，那你的这个血，像刚才你看到的那个红血。直接就打针了，直接打那个胰岛素。还有一个针去采血，叫你捐过血，有没有捐过血？都没有。有机会的话，应该捐一下血。那他会帮你去采血，然后看一下你的血可不可以捐。不是说你有艾滋病，是说你的血呢是不是太粘稠了？油脂太多，它不一样。你晚上睡觉超过几点钟，就你不要，你就睡吧。OK， 好。那所以这个采血的话，它就针扎一下，然后挤小滴出来。那在这边的话是点在这个地方，刚穿越的它设计在旁边不一样，点在这边，点在这边之后呢？这边有一个网子，网状的，那边也有，全域你可以看一下。那这个网状呢，用的是 hydrophilic mesh， 这个 mesh 是网子 ，hydrophilic 是亲水性，就它采的是一个亲水性的网子。原因就是说，它希望这个血点在这边之后，它会有毛细现象渗过，然后就接触到你的这个电极，这边有电极，所以这个网子呢。是有这样的作用，亲水性的，是让你的血滴在上面之后，慢慢就扩散出来，扩散自然扩散到这个电极上面。那这个电极是它很多功能，从目前它的它的这个，那这个是工作电极，另外这个条呢，跟这边的一般我用它的，它用的方法是印刷的，把那个碳。应该是这个碳墨之间的印刷，有墨一样的印刷在上面。这边呢是另外的工作电子。而这个工作电子上面呢，就有学过了，就是说，像这个血糖计本身呢，为什么上学？它本身就是一个线路，很简单的。整个的发展的研发重点呢是在这个工作电子上面。说全世界目前呢，这个糖尿病显然这个病患很多，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国内也有公司呢在生产。它的一个研发重点就在这个工作电子上面放什么东西，一层一层，怎么样让你的结果呢？它的准确性高，灵敏度够，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研究的一个重点，研发的重点。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working electrode 是你整个重点，像一句话，你这个没有什么，都一样，谁都知道怎么做的。不知道的是这一块，工作电极放什么东西？那我们先一起看一下，这是工作电极上面呢有很多层，最底下一层从底下来看，最底下一层呢是碳电极，从里面看起来灰灰的，这个棕色的。底下呢是碳电极，最底下是碳电极。
然后表面再增加一层叫做 cellulose plastic 塑酸纤维，是框面的，是孔洞的。然后呢，很重要的是 enzyme， 那 enzyme 上面再放一层保护膜，叫做 polymer， 这也是一个框面。所以你看有几层，除了这个玻璃垫之外，还没有一层聚合物，然后 enzyme 再一层聚合物。这样子，这个三层在你固定的地方，三层。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外面再往里面看，那每一层做什么用？你要测的是血啊，那血就滴过来，过来，过来之后呢，在这个表面。对分析的人来讲，有些样品是很麻烦的，血就是很多，因为血里面的东西太多了，蛋白质。血糖还有很多离子，所以它的成分很复杂。但你的对象只有一个 glucose， 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其他在血里的东西呢，那么多，你应该看不到，也不应该影响我。所以这个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选择性的侦测？所以第一层呢 ，polycarbonate， 它也是多孔性的，但它呢，可以让小分子的 glucose 通过。一些大的 protein 都挡到外面，血球啊、真的啊，全部都挡到外面，大的血球挡到外面，就小分子的 protein 可以通过，通过之后 diffuse 进来，还是靠 diffuse 出来 ，diffuse 进来之后呢，碰到 enzyme， 那这个 enzyme 呢，我们选的是针对 glucose 有专一性的 glucose oxidase， 所以这个 glucose 跟这个 glucose oxidase 还要配合乳液。那么它可以把 glucose 氧化，生成双氧水。我们测的呢，就这个双氧水生成之后呢，它仍然的这边的不高嘛，往里面 diffuse 进来，再通过一个 cellulose 这个 acid diffuse 进来，就接触到你的碳电极。那在碳电极之下施加一个正0.6负，所以你可以知道这电位不大，所以干电极就可以了，干电极。可以提供一个正0.6之下呢，它会被氧化，被氧化。那所以跟各位看一下这个反应，我们前面讲的是氧，还有这边变双氧水，现在双氧水氧化回去，所以在0.6之下，双氧水被氧化。那我们有氧化的电流呢，它正比于双氧水，那双氧水的浓度呢，它是正比于 glucose。所以可以直接反映出来血糖里面你的 glucose 浓度多少。那这是目前用到了一个反应和设计的最常用的这个机制在这里。所以这两层都是保护，就是让你有些最外面层不要的 protein 挡不了，小分子可以进来 ，glucose 进来。那 N 呢，很重要的是用的 glucose oxidase， 它对这个 glucose 有专一性。不但是因为这个是 enzyme， 所以它有活性呢，是有一定的寿命。那如果你这个拿来，你把它放在车子上，放到后座，不小心呢，你放在外面晒，晒一上午就全部死光了，就没有用了。然后它有一定的温度，温度太高就是应该不行。所以这个 enzyme 变成是这个测试表里面你不需要用，但是呢，它呢。第一个成本贵，它很贵；第二个它有一定的寿命，然后它很容易呢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现在研究的重点是，可不可以不要用 enzyme？ 可不可以不要用 enzyme？ 仍然呢是针对 glucose 有选择性的来做侦测。那目前呢，已经在发展中间，就纳米的这个应用已经有一些成果出来了，还没有实际的产品。不过呢，这个是一个方向。好，那这个是不同的厂商呢，它的广告。那这个是我们前面你选择电极的时候，我们也讲过 enzyme， 它反映的假如我们是用你选择电极测，啊，这是用你选择电极当做这个 enzyme， 配合 enzyme 来测。有 real，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是要用这个四家店呀、两店楼的方式，所以这两种不一样，这两种不一样。那目前的这个这两种方法来讲，谁比较好？就是说谁的灵敏度比较好？是这个方法，四家店楼、两店楼这个方法，它的灵敏度会比较好。所以蛮多的这个应用是利用这样一个方式，强迫呢用电化学的四家店楼、两店楼的方式来侦测。我们还有三分钟哈，我们来介绍一个 immunosensor。这个 immunosensor 对我们化学同学可能比较陌生。免疫感测器 ，immuno。那这个字呢 ，immunosensor 或者 immunoassay， 这个免疫分析 ，immunoassay。那它这个字眼一出来代表什么意思 ？immuno 这个字眼出来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它用到一个专一性的反应，是用到一个 antibody 跟 antigen， 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只要有所谓 immuno， 不管后面是 assay 或者是 sensor， 它指的就是说它在整个的侦测的或者分析的这个方法机制里面，它用到一个 antibody 跟 antigen 的一个反应，所以它看到这个字眼就想到 antigen antibody， 用到这样一个反应。那这个反应呢，属于这个 recognition， 就是辨识。一开始你的这个东西呢，要有这样一个机制，比如 antibody 呢去抓你的分析物 ，antigen 呢相当于是你的 target antibody 目标分析物，那么要到这个 antibody 去抓它，那这个反应的时候非常的这个专一性非常高的。那好，看到这边了啊，我们在一开始的21章介绍过表面啊 ，surface plasma resonance。刚刚讲的有同学呢错都一样错，观念一样错。什么叫做这个 surface plasma resonance 的原理呢？有一个辐射方、镭射方，照射在一个临近表面呢，覆了一层金的膜。那它这个角度一定要是大于你的 critical angle， 就是临界角，所以就是一定要在产生全反应的一个条件之下。然后呢，去看调整你这个角度，看这个角度哪个角度的时候呢，它的反射光会强度会下降，那表示在那个角度的时候，它的入射光呢射到这个薄膜里面，它有这个能量被薄膜金的薄膜吸收掉。但错的同学错在这边，什么叫做这个方法呢？是说，在某一个角度你发现吸收的时候，那个角度是全反射发生的时候角度。当我到全反射发生的这个角度呢，会发现吸收，这不对。那个角度不是我开始发现吸收的时候，不是。好，那我举个例子，就是在你的基因薄膜上接上一个 antibody， 然后它会针对你的分析物是 antigen 有专一的反应。那么当你的分析物滴上去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它会接上去，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不会接上去，说滴完之后呢冲掉，那你就可以判定如果有的话呢，这个表面上会多了一个 antigen 接上去，那这个表面跟你没有接的这个表面在前面射的时候，这个角度是不一样，这个角度是不一样，所以那个角度就可以判断有没有东西接上去。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我们今天当然没有时间讲下面了，所以这个表面电浆共振呢，就接完之后，它直接就 p
可以撤到。我们电话学的话呢，是要继续后面还有很多步骤，你常用电话的方式去撤到说有没有这样的差别存在。所以这个显然它是比较步骤比较多。那表面电浆这个共振的话，接上去有接没接，直接就可以撤到。这边电话学的话，还有后面的步骤，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好，我们就下次下礼拜。好，下个。